邓伦李易峰同框十分抢镜，邓伦反转魅力，网友旁边席惊。大家好呀，今天小编给你们新的文章了，望大家多多捧场。邓伦李易峰同框十分抢镜，邓伦反转魅力，网友旁边戏精。现在综艺节目十分的品种繁多，我要打篮球是李易峰邓伦合作的新综艺，吸引了无数粉丝的关注。李易峰现在很少出现在真人秀节目上，不过他的综艺感却很强。领队们初次见面，李易峰不按套路出牌，别提有多欢乐了。说到邓伦和李易峰两人都是颜值高的男明星，两人风格还是很相似的。在节目中，邓伦和李易峰两人同框，对于两人都是类型差不多的男演员，有一些网友则表示这样的你很真实，让人喜欢。